哎，阿云，阿云，哎，哥哥，没想到是我吧？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哎呀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脚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啊、哎呀，你背着这两大袋是干嘛的？我这个松针，我从隔壁借的。借松针，借松针干嘛？我奶奶家嘛，那个猪要生崽了啊，我给它铺在下面可以取暖的。哦、还可以这样呢、啊？哎呀，没把你摔坏吧？来来来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没事没事，哥哥啊，你不工作吗？我呀，啊，我的话就是在这附近搞了个项目，每次都要经过这里，所以才有时间来找你玩的嘛。啊，我是说你怎么那么闲？也有一点，就是故意来找你玩的。啊，要不我帮你背一下呗？不用，你背不动的。你可别小看我了，以前的话，那我可是能背那个两袋大水泥的，知道吧？一两百斤不是问题。那也不是说以前嘛，那这人老珠黄了。怎么人老珠黄？那这小丫头那不相信我，对不对？来来，你让我来背，这两袋松针，这就不就是两袋松针的吗？你看我背着它跳舞。来。啊、嗯。看你搬那个能的。是，就前面带路就行啊。嗯，就这小两袋，你还看不起我？不行，别逞强。哥哥呀，你看，哥哥想当年背着两袋大水泥都可以跳大体舞。行，来，你前面带路。哥哥，要是不行了就说一声。可以，没问题的。这两袋的话，分分钟到家的嘛。这是路吗？啊？这可不就是路。这是路，对啊，我都走了几百遍了，你不是能行吗？能行。哎呦哇哇，哥哥不变，哥哥，哎呀，不是，哎呀呀，你看吧，不是，我就说你不行，来来来，给我，不是，哥哥只是那个，哥哥没事，没事的，没事，哥哥能背得起，来走，真的是，哥哥只是给刚刚那一段搞了点。小乐趣、哎、你带路就行，了没事，你带路带路走。哎，刚刚那个舞蹈可以吧？其实刚刚那个是一段小舞蹈，知道吧？真的吗？对。刚刚那个是小舞蹈，小舞蹈。真幽默。看这里吗？哎，好嘞。哎呦，哎，差点又飞了，放这里对不对？哎，哥哥、哎、啊，你刚才那段舞跳得太好了。怎么了？你这手脸都是泥巴。全是泥巴了、你洗一洗吧，来家里面。可以，那刚刚跳得太即兴了，让我洗一下、哎呀，来，哎，用香皂洗这个，赶紧别浪费水。用香皂洗？对啊，用成香皂洗脸。我平时都是用这个洗脸的呀。你这么漂亮的小脸蛋用这个洗，那太伤皮肤了的嘛。没事，这个能洗干净就好了呀。能洗干净，那行，可以、那好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冲干净就好了。可以可以。这是凉快吧？凉快。山泉水。哎呀，洗干净了，阿元。哥哥，你洗完脸还是挺英俊吧？没有吧？哎呀，现在洗干净了。阿元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带你去城里玩一下。去了吧。怎么了？太远了，而且我还要干活，然后要不我煮饭给你吃。不，我不吃，干活今天就给自己请一天假呗。哥哥带你去城里玩一下。算了，行不行？不去了，不去了。哎呀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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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没事没事、啊 okay. 哇，人就是多呀。我们去哪里呀、哎、先喝一杯奶茶吧、okay. 可以吗？行，好嘞，欢迎欢迎。哎，想喝什么？哥哥，你觉得什么好喝呀？我觉得珍珠奶茶吧，大杯加热的，要一杯就行。一杯你不喝吗？啊？你不喝吗？我们俩一起喝一杯啊！啊，开玩笑，逗你玩，两杯，两杯，两杯，哎、啊，对，两杯。哎、啊，哎呀，谢谢。哎，要不然我们两个坐在这里面喝吧，行吧？走，来。这里面会不会太贵了？不会，那里面坐着又不花钱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好，走。嗯，哎，你好，那个要这个，
这个，这三个嘛。哎呀，来了，哎，哇，太多了吧？没有，多吃点，吃不完，多吃点，吃胖一点。吃胖？啊，我要减肥了，不能吃胖。减什么肥？阿元，你知道不？吃胖一点以后呢，就只有哥哥喜欢你了。你干啥呀？你这来，快快，先吃个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肉卷。嗯，肉卷。嗯。嗯，吃。嗯。喝点奶茶。真好吃。嗯。给一人慢慢吃，这全部都拿给你吃啊。不行，你也吃。我吃，吃我再吃嘛，就是。我也吃胖点，对不对？我够胖了，我已经140斤了，你知道不？没有。真的有是140斤。哥哥，你也吃胖点，这样就没有人喜欢你了。哥哥吃太饱了。吃太饱了，对不对？继续吃呀，快快快！真的吃饱了。不吃了，对不对？这些太浪费了，我能不能打包回去给奶奶吃？可以啊，再打包一些新的。啊，不用、啊，就这些就可以了，不要浪费。不，这些够吃吗，奶奶？够吃的，奶奶她吃不了太多的。哦，可以。那我们再去逛一下衣服。啊，不逛了，不逛了，哥哥。怎么了？我这会儿趁热嘛，我回去带给奶奶吃，然后也差不多，天色也不早了。哦，没事。那我送你回去呗，可以吧？这点应该可以啊。好呀。行，那我就送你回去啊，一会儿。那麻烦你了。好。阿元，确定不逛了，对不对？不逛了，哥哥。是吧？那我就送你回去，好吧？你哎，来，系下安全带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好嘞。嗯，行，那我就送你回去了啊。好嘞，我们就出发吧。到家了，阿元。麻烦你了，哥哥。没有。那行，我就回去了，好吧？要不你再坐一会儿再走。我就不做了，我的那个还有事情啊，我有空了再来找你玩啊。好吧，嗯，行，去吧。拜拜。嗯，好嘞。哎，哥哥。啊？是明天吗？舍不得你的人是我。看吧，你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行，再见啊。人是我，想着你的人。